现在比方说也有师傅，那每个师傅两个师傅给了我功课，那我就是这样做吗？我看大家好复杂的，会嘛，就是各种能量太大的人，我们都靠边去。我也不是很喜欢这个，但是我就在想，难道我就这样做就能？就能成道吗？又不敢说，你看还怕说，你看这不是我这样说，是不是怀疑人家上司嘛？是吧？不是怀疑，而是就不敢说。又看别人复杂，又要学手艺，又要学金刚舞，待会儿又要什么仪轨，又要什么四家行。我就想啊，难道我就那六字大明咒？因为这个呢是，其实每一个弟子的修法都要应该根据他的根器来去的，但是我们玉尊的上师呢，他一般都是根据一个从家行开始修，有一个次第。但是因为佛学，我一直认为佛学已经2600多年了，那么很多人的生生世世学过的，都很多人是已经复习了，都是复习生生世世学了很多，你怎么把它打开而已？就是而且现在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啊，都他在观想啊，或者在这推理，或者是分析空这一块都做得非常好。你一说他就能分析出来，他也愿意去信你那个更多的比喻可以。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佛学如果还是从家行开始就做，我觉得真的有点浪费时间，就是在这个对有些人是真的浪费。但是你做那些修禅定、修家行、修广结善缘啊、广积功德啊、积累资粮，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那最终有一天你遇到了最高的心法的时候，那些东西就还是助缘吧。但所有你修行过的法门都变成了助缘，都变成了工具，不是一个成道一定要成道一定要那样走的，是一个助缘，始终是这样，始终是我跟你说，始终是到佛学最高的禅的心法这一块呢，你师地菩萨跟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块是无修无证的。就是你假如进入师地菩萨，再进入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块，因为这个有修有证有次第的这个过程，到这一块的时候，这一块是顿悟成佛的，这一块是没有次第的，无修无证的，你本要安住在本来世的状态，所以这一块是没有次第的。但你师父直接从这块修，然后把底下从初地到实地所有的资粮到所有的东西作为一个方便善巧，因为这一块是幻起幻灭的，包括实地，包括古四国阿罗，包括它是一个缘起，它是有次第，始终不是安住在本来世的最高之间上。那这个其实是个幻法自对治幻心，叫众生幻心还有幻灭嘛，幻法对幻心，幻法对幻心，始终是幻来幻去，幻来幻去，最后认知这一块，佛只讲这一块，其实底下的都是方便了，实地以下都是方便的，就是这边就是幻起幻灭，幻起幻灭，因为你有幻心，所以拿幻法来次第来对治。到了实地，到了这一块的时候，突然顿悟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块禅心，这就是禅的心法。这一块是永远无修无证，没有次第，没有法门的，没有漏客走的。是，但是你直接顿悟，必须这一块的幻心灭掉。幻心灭掉的这个过程呢，就是幻法次第啊，是功德啊。布施啊，六度啊，这些修法，但是这些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到你悟到这一块的话，这些就是次第，就是一个梦，这就是梦醒了。这而且是你无修无证的，这就是到最后禅的禅宗里边的顿悟法门。因为次第到无上正等的这一块是没有修正的，没有东西的，你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就是所有的修正停下来，所有的语言文字什么全部停下来，顿悟不分别，进入无分别，顿悟成道，成最高的无上正等正觉。而且本来在这一块你一定要了知你本来是佛，但是就像我这边去传播，从法华经走是，其实先从这儿就开始，就是是从这个无修无证这个先安住在最高之界上这一块，然后从这儿不断的传，不断的教，然后呢底下把初地到实地所有资粮到家行这一块作为一个工具，是对治你幻心的一个工具，就是所以不讲次第。哎，法门可以无量，法门很多，介绍很多小法门，你修定也罢，修止观也罢，修不净也罢，修什么也行，只是看你有什么样的幻心了，你起什么样的幻心，这边有什么样的幻法对治了，然后诸幻皆灭的时候，好，一下子顿悟成道，就知道你是佛了。如果有幻心你是不知道的，但是幻心就有幻法，所以佛走到这一块的时候，他就说49年没说一个字嘛。缘起性空等所有的也成了戏弄，你本来就是嘛，无处不在，无所不在，这一块就是禅的心法。那禅这一块的心法，从
西迁，从佛那边释迦莲花加舍微笑一直到传到中国的六祖，其实都是单传这一块，都是单传一直到六祖的移花开五叶，在中国才开始很多人去学习到这一块的动物法门，无修无证的法门。所以你说你从很多老师那学的那些传承对或者不对，没有什么，就是看你有没有那样的唤醒，看你有没有那块的分别执着，他那个法门能不能破你那些分别执着，还是给你增加了更多的障碍或者是一些约束或者是什么，那个时候要靠你自己来去决断。没有哪一个法门，哪一个他们说的都对没有错，但是呢适合不适合你，是不是你的根气要去学习的，你就要注意了，否则就是有点浪费时间。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就十年就达成的，可能都老师五年二十年，就浪费了很多时间。